好大的雪呀！好大的雪！两辆车，前面小哥哥小姐都下班了，就你下班了。哎，辛苦营业的人呐！可以不可以？上车上了。我们坐哪个？我们坐这个。我们坐这个。拜拜。 不管见啊！我今天就要能看到姚子晴了，等他好久。那我们。